的生活再也不会有争吵。我也半个。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尊敬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淑芬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草根菩提》。有人说生命是一张单程不退号的火车票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搭乘特快号列车，也没办法自己选择自己想要爱的位，但唯一可以选择的就是生命列车的方向。在三年前，林万杰师兄知道自己得了口腔癌末期，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方向，这么多年来他独立撑起一个家，尽管生活过得很困苦，万杰师兄哦，赶快是积极利用时间投入慈济志工的行列哦，将坎坷的经历化作力量去关怀他人。那是安呢，万杰师兄哦，跌破病了后，还当起棒球队的教练，常常带领队员勇夺冠军哦。苏亚公疾病带给他的不是痛苦，而是超越自我的勇气，让他走出更宽广的人生格局。你羊不脏吗？你羊哎，羊你好，哎，跑完了是我跟我少年跑一跑。万杰从小就热爱打棒球，出院不到一个月，他就回到社区棒球队练球。对万杰来说，打棒球不但可以锻炼身体，也成了恢复正常生活的动力。今马万杰已经晋升为教练级，常常带领队员勇夺各项球赛冠军。黄志勇来了，他们有几个小朋友是我们球队的？因为我一眼都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是那一种有不一样的感觉，尤其小朋友，那时候小朋友看到我都会怕。星期天要来吗？先生，星期天啊。其实那时候心态还 OK 啊，在住院那一两个月，心态已经调整，我知道我要赶快好起来，所以我那时候在医院恢复得很快。我还有七天都让我出院呢。如果我们人的话，一找到你有兴趣的事情的话，那种精神啊、体力啊，都会表现得很好。应该也看得出来啊，我在球场上那种活力，应该也不会输给其他人。我觉得在球场上那种感觉，让我感觉都蛮好的。哎，大姐，大姐，我打你！那你现在晋升教练级？啊，不要讲说竞争教练级，应该说退化，体力差了，老了，比较老了，体力差了，然后退到教练来指导，然后把这个棒球这个传承下去。来，认识万杰王国？哦，十几年了，差不多15年以上了。他生病以前跟以后没有什么变化。对人生的感觉，他都没有什么变化。他还是照常工作啊，照常打球啊。对人生哦，人生观很不错的。他现在还当投手哎，球还投得不错。你要想办法把这球打飞呀！怎么你啊？你是讲啊，打飞呀，丢人迄球啊，强还是无强？只要打飞呀，就好啊。他们看到我，他们是没有讲啊，也没有说很惊讶那种表情啊，也是说聊聊天而已啊。那你会不会害怕去面对他们？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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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完全没有这种想法。我很自然的走入我以前的生活圈里面啊。对啊，都有啦，因为个性上有关系啊。因为老实讲啊，有很多人没有办法走出这个生病这种阴影里面，对这个圈圈里面真的有很多人，很多人在我访视的个案里面，太多了，没有办法走出这个圈圈，这就心里面的原因啊，还有个性上也有差。心啊，
曼姐应该是说心了、啊，她都从不把自己当病人了、啊，但是她很感激，是说这一次这一场大病啊，让她能够去体验到这一些。超过给算过来。是170。当时第一次家访嘛，那第一次家访都没有见过面，我是从资料上面看来，这么严重的一个病人，我本以为是说她是应该是很虚弱，然后会很沮丧。然后如何去面对他自己的这个这么重大的一个疾病的考验，可是真的没想到他在心灵方面自己哈、哦，应该是说建构的非常的 OK。那在互动期间其实不是很长，大概有半年的时间。那每一次每一次去看他，就看他一直在进步。我住在什么呀？那当时很难过的是说啊，看到他脚上有一个伤口。那又是把小腿的肉移到口腔来，而且他那时候那个口水啊跟那个伤口愈合的不好，他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就用那个卫生纸，我心里在想他连买棉花的钱都把他省下来。那会担心的是他的病，他的心灵，可是真的就是没想到他的心灵真的他就是追着希望在跑。所以当时除了慈济帮他，还有家福，甚至于还有其他的那个苹果日报哈，大家一起都来帮他。那他也真的来讲的话，是一个够用他就好，是一个应该是说不贪的一个人。那通常一般来讲的，到了这样的一个疾病，通常都会无助、无力感、没有安全感。哎、欸，他没有这样的倾向。我们晚上吃草原糕好了。像在台北开车的时候啊，没有客人的时候就在想说啊，今天玩煮什么给小朋友吃啊？这也是我一天里面哦最快乐的事情。也只有这个晚餐这个时候跟小朋友互动会比较长一点。平常早上出门的时候都是他们要准备出门，我要准备出门，然后就上课就一起出门，也没讲到什么话。我跟很多人在讲说，我会把我这个口腔癌当作生了一场大病，病好了，我要重新回到我以前的生活，一步一步的啊，到现在应该也都没什么问题了，都是靠我那种怎么讲？应该从以前我就那种不服输的那种精神，而加上这两个小朋友给我的力量。那你那天拿什么样不会？哦，那个画不会啊。对啊，这都很简单，都是乘法而已啊。这海天还有扣七分的耶。有啊？不知道吗？我说紫银阿姨买了一台8940元的平面电视。分成12期，每期要付多少？52。啊，对呀、啊，那个词是给我写出来，你不要只有写分式，你要怎么算等于745？那个词是，看答案呢。你词是要一步一步来，你以后考试的时候也是要写词是啊，哪有只有写横式而已？因为这时候时间紧急，15分钟而已，我要那边算这个。哪有可能一张考试数学考卷给你15分钟而已？真的。哎，跟我讲都拿比较多哎。这次考到第9，还比较难。是我们班太强了，把我落去其他班的。其实成绩比你好多了，除了数学以外都比你好多。没有，姐以前有补习。乱讲。有，他以前有补习。有，他去那个我们那个安琪园那边。有没有补习？我不知道吗？啊。有，我之前还去找他，我印象中有。乱讲。有。那边是安心班，才好像一个月而已，那是安心班，不是补习。其实两个女儿。其实在我眼里面是还好啦，因为本身两个女儿也很独立，也很乖啦，也没有说有比较不好的习惯啦，或者说比较不正常那些行为，两个女儿都还蛮乖的，要
要去哪里的话，出门啊，同学家都会先打电话跟我讲。虽然我没有在家，我就开车没有在家，他们孩子都会经过我同意，他们才会出门。甚至出去拿一瓶饮料都要打电话跟我讲。你会很难想象一个单亲的父亲哈，父兼母职哈，要去呵护他的女儿，这个部分来讲，确实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那孩子每个阶段也正值在发育跟成长不同的阶段里面哈，也看得到他的用心。基本上来讲，他们两个孩子能够爸爸去开车，那两个单独上下课哈，互相姐妹这样子相互扶持啊，其实这样的小孩比一般的小孩来得不容易。爸，你开快一点，这才够凉。没有红线不行，里面呢好像不开车是吧？大家都红线是怎样？老子，你好吧？爸爸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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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因为毕竟是单亲家庭嘛，两个小孩子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没有妈妈陪伴，我这个做父亲的要做父亲也要当母亲，那就是我都以母亲那种姿态来跟他们讲话，跟他们沟通，来陪伴他们。是交叉的啦。长久以来，万杰与两个女儿相依为命。虽然有当时啊，查某囝总是就顽皮、爱抬杠，内心却相当心疼爸爸罹患了癌症，还得辛苦赚钱养家。各位来宾，大家晚安，在这里。一口结束又带起吉他来。不管都已经这样，五岁，三个就可以丢了，九十三了。去餐厅吃饭、洗鸡买衫，对一般家庭来讲都是举手可得的事，但是对万杰一家人来说却成了奢求。万杰的女儿对我们说，为了帮爸爸省钱，通常一餐不能超过50元，洗鸡买物件只能挑最便宜的。只要有练球有比赛，他都一定是几乎是第一个到场，那让我们很感动。当初他生病的时候，我们都很压抑的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后来他好了以后，马上就出现了在球场，我们也是很担心说，哎，你最好是不要了。哦，刚好那一场我当教练，我在安排打击顺序啊，守备人员在哪里。我就不敢写他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把他写在那个预备球员里面。可是看他一直在场边投球，我就觉得，欸，他的那个毅力是够的。我想换成别人哦，很少人有这样的一个毅力，所以我对他的那种感觉是，他这个很棒。好吧，那整个球队。交给你，啊，对，我们放心。你那个时候在插会馆就来，那时候还好。不会，那打到身，如果没打到身体的话，那你荡球的人不是常常来受伤？不会啦，那个会馆没问题。他的意思可能是说，你手三垒的时候跳动啊、扭动啊，会不会影响到你的？不会啦。那你吃东西。
啊就有开车都带在车上啊。啊，其实还好啦，因为不长久才两个小时，这两个小时都还 OK 啦。那之前都已经做好，那些动作都已经做好了，就牛奶啊，跟牛奶应该牛奶要水分的，那时候也可以啊，这两个小时打完以后再回去，再回去。哎，一二三了，一二三，哎。其实个性上有变。他之前就是在球场上，你知道台语叫做恰恰丢啦，哦，就是因为有活力，那技术也不错，所以常常是扮演那种带头的作用。可是当他生病以后，就比较收敛，而且比较沉稳。那我们教练也看到说，感觉到他是已经足够具备这个教练带队的一个资格，所以现在球队都由他在带，这样子。啊，对，大埔路这边对了，对。多少队？大埔路嘛。哦。你说几项几啊？23项18。那往前走没错啊。我是从那边算过了。是177。23项18号。好，对，从那边算过来。陈啊，阿珍，哦，伊们走来找我了，应该八嘞。找到了。一样吗？大蝶瑞芳镇是脚亭的徐永村，蝶戏尼景得到口腔癌，从此没有脱离鼻胃管，生活也因此陷入困境。6月6号，这一天，万杰跟慈济志工到底来改关心，与他分享抗癌的心路历程。无啦，你三顿爱食的营养才有够，一条鼻孔看会当摕落来无？你拢说，你看到伊的时阵，你同款爱有一条杠，啊，搁爱举两支拐啊，啊，呛者。啊，你也有欢迎孙仔，甲食来甲你做朋友，你爱甲讲啊。好，你爱看伊，无看我。嘿啊，甲你做好朋友。我因为我爱塞客车，开客轮车，伊今仔跨几落车？开客轮车。实际的美语，嘿，开客轮车。客轮车，我有。买车的性格，我就来跟你开讲，好不好？我常常在讲，他有那个智慧，有那个福报，所以他一接近慈济的那个时间不长，但是触动他的东西反而更多，那他爆发出来的力量更大。通常我们在陪伴一个，不管是任何的一个个案来讲，时间都要花得很长。那他，我觉得真的是速成班，所以他是真的是一个追着希望哈，而且很负责。他曾经跟老天爷说，如果再给他个10年。他让他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他的女儿长大成人，
可是我发现他应该不是给老天爷要十年，他应该要给老天爷要很多个十年，因为他应该是一个上人的好弟子。嗯，那小哥，我较进步输啊，都豆豆来啊。哎呀，豆豆来。现在最重担心的是豆豆。大家时间较长着，啊，就差不多了，要拼多呢。哦，我教，我教，唔是我讲，你坐，你来去拼的时阵嘛，去倒手来来拼打。有记得，我记得有一次啊，在岁末祝福的时候啊，我听上人讲了一句话，他要每一个加入慈济的人不会后悔。啊，事实上这几年来啊，我都没有从来没有后悔过，我也很清楚自己走的这条路是对的。我看你，你这样看了，我真有信心的。哎呀，我你又等到我进步了，啊，再来就爱豆豆来，那较紧。对啊。我当时在等我，唔知影。哎呀，我介绍。啊，伊我唔敢跟你讲话。你啊，我其实你啦，我即摆来是人咧甲我讲啊，就讲我即摆走，我应该讲走就看啊足贵个啊。该我调这個。这个时间来啊，大概不能做好了吧。真的是感谢上人，从一个手心向上的人，让我变成现在一个手心向下的人。真的感谢这些师兄师姐还有上人，给我这么一个好的环境。可以去发挥我自己本身那种潜能吧，应该是潜能吧，那种恻隐之心吧。碟拍摄期间，我们可以感受到万劫师兄身上自然流露的活力与热情哦，让我们不知不觉忘记他是一个癌症病人。唔关系父兼母职，或是投入慈济志工，还是担任球场的教练，师兄都很认真成功地扮演好每一个角色哦。都参存丽红师姐说过，她是一个永远迎向阳光追着希望走的人。温慧雄甘文连拍摄期间，师兄付出许多的时间与我们分享生命的故事。今天是父亲节，也希望今天的故事可以跟全天下的父亲共勉。在这里也要祝福万劫师兄身体健康，顺顺利利抚养两个女儿长大成人。草根菩提真感恩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期待后一次有更多温暖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到底来分享。草根菩提，我们下次见。